再来关心，总统赖清德今天中午出席民进党38周年创党先进联谊参会，包括创党元老前立法院长游锡堃、前驻日代表谢长廷，另外还有前行政院长苏贞昌都将出席。而外界也关心，卫福部长邱泰源日前爆料，赖总统致电环境部长彭启明关切医院执行减碳的部分，对此赖总统仅说谢谢，没有多做回应。再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。总统有打电话给彭启明吗？可以看到赖总统一抵达圆山大饭店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，赖总统也亲切打招呼，感谢参会特别选在民进党创党地点圆山大饭店，赖总统感谢创党资深党员为民进党所做出的贡献。